这个王秋儿给我的感觉很奇怪。他只有一个武魂，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龙族武魂。王秋儿成日戴着面纱，行事独来独往，来历背景都是谜。你也是经历过精英大赛磨练的人，难道不明白团队配合的重要性吗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在宇浩指挥躲避的时候，你反而选择了攻击？我想你还不合格，我会考虑取消你内院弟子的身份。想打架吗？